Oh.
讲到来呢，我们把舞台区啊搬下来，然后他会用打击乐，真正的打击啊，饶拔还有云锣，这些打击乐可以做什么呢？竟然可以演一只鸭子，甚至两只一群的鸭子哈。鸭子干嘛？鸭子在吵架，或者是在喉咙打椎骨啊。鸭子拌嘴，客家话怎么讲？兄弟哦，阿兄弟哈，按大的拔，还有小的拔，还有后面的云朵，还有鼓。这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有一群鸭子沿着河畔走了进来。我们有请最可爱、圆滚滚的小鸭子。有请高大挺拔的大鸭子。他们慢慢的走到河边，他们好久没有见面了。有发现小鸭子的嘴巴小小的。两个互相在尬舞。